哇，这刚刚我们呢沿路啊看到非常漂亮的烟火，这是部落了啊，他们部落你看哈，你看烟火，你看。这么漂亮的烟火，哇，这么漂亮！你看这部落他们的新竹，你看阿妹他们也之前，你看就是这样子，哇，那烟火放的有够。难怪观世音菩萨要转那边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原来就是观世音菩萨要看烟火，原来是这样子，真相大白，真相大白了。好了，你看这是我们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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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漂亮的烟火，哇哇哇哇！观世音菩萨的头好漂亮啊！好，走吧，阿弥陀佛，感恩，守岁诵戒念佛圆满。